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夏日温度节节攀升，台湾各地气温屡创新高，想来杯沁凉的饮料消暑，但没过多久又会变成常温。有日本业者推出杯架式饮料冷却神器，让你手边的饮料保持冰凉，款名为纸盒。Super Cold BOX 的饮品冷却装置，要价4980日元，约新台币1400元，外观为方形，适合放置纸盒饮料。只要把纸盒饮料放进容器中，启动开关，内设的散热风扇及制冷套件就会开放降温。影片中显示，将常温饮料约摄氏21度放进冷却器中，1小时就能降至8度左右，2小时过后温度更低，降到 3.4 度。假设原本是冰饮，就能整日维持冰凉状态，约5度以下。Super Cold BOX 可支援500毫升至1000毫升饮料降温，夏天易融化的小零嘴、巧克力或糖果也可放进去保存。美中不足之处在于，若放入保特瓶，圆形瓶身可能无法完整贴合方形容器，效果恐会大折扣。 Super Cold BOX 实测影片。